一次咧去到深圳飛機啦，咁都要揾一揾呢度啊，而且都好緊張，唔知道深圳機場點樣咧？但其實咧，今日咧已經放工咧，就即刻趕住搭呢一個車過嚟落馬洲啦，就住呢個深圳嘅酒店。而家就喺 B 嗰度咧，就係 check in 啦。第一次嚟呢個深圳機場啦，都幾大，揾個地方 check in 先。插入去咧，撳兩個掣咧，就已經可以辦理咗登機手續。OK， 行得。982哦，是大陆的，有，就问我打的号码，有的吗？这个，哦，谢谢，拜拜。由于咧我一放工就赶嚟机场啦，所以我打算喺机场食埋个晚餐先至上机。我发现咧，如果想喺深圳食一餐好嘅，系有一个秘诀噶。由于深圳咧有好多餐厅，食客咧有好多选择。如果个餐厅门口有好多人排队嘅话咧，通常呢一间餐厅都有惊喜噶。在机场里面这一间陈鹏鹏老我饭店，离远就见到有很多人在这里排队了，而最后我们足足排了35分钟才可以入座。那我就点了卤水鹅肉饭，另外也都点了一碟卤水鹅肉和鹅翼。果然的卤水鹅肉真的非常入味，而且这个肉质都很软滑。本来10点机呢，而家就去到10:45 delay 咗9个字。讲真，国内飞嗰啲飞机咧，大部分都 delay， 我唔知点解，不过都预咗嘅。而家有啲眼瞓啦，今朝6:30就要起身做埋啲嘢，跟住放工咧就赶嚟深圳机场啦。1:36我就去到西安机场啦。咁咧出边其实有啲冻嘅，而家应该系13度啦。而家已经2:48啦。其实咧我已经好攰好攰，不过咧就撑住，因为咧始终咧搭夜车咧嚟酒店咧都要注意一下，唔可以俾自己瞓觉，咁啊精神意志力咁撑住咯。咁啊，快啲去酒店，咁啊，冲个好凉，瞓个好觉，期待听日活动。食完早餐啦，今日终于出发，第一个景点就系大明宫，系一个皇宫，好期待啊，好想睇呢个古迹。如果嚟大陆旅行咧，搭地铁嘅话咧，最好就用微信咧，嘟一嘟佢个 QR code， 开通翻西安嗰个地铁二维码咧，就可以嘟得嚟啦。经过咗安检之后咧，就可以入地铁嘅，咁我就嘟呢个。真好方便。我出咗闸啦，到咗第一个景点嘅入口。有冇留意到咧？啲树咧下边有啲一层白色嘅油，知唔知我系做咩啊？我记得咧细个老师就讲过咧，嗰层白嘅油咧系可以防止蚁咧去爬上呢棵树度咧去住嗰棵树。我哋入咗呢一个树林入边，好彩真系冇乜人，同埋环境真系好幽静啊！呢度嚟讲，而家已经4月啦，开始踏入夏天咧。如果再热啲嘅话咧，就会辛苦啲。其实咧，我只系行紧大明宫出边嘅公园咧。仲要入去睇入面嘅位置。由于公园真系太大啦，咁我哋就买咗飞咧，帮我哋逐个站咧，就车我哋去。今日博物館有啲涼怪，出面好熱啊！出面咧，因為陽光咧直接曬落嚟，而家應該係中午時間，我已經流曬汗啦。但係入到嚟咧，又有啲冷氣咧，涼涼，舒服啊！
我睇咗入面呢个博物馆先。大明宫系唐长安城东部嘅宫城，建筑喺唐太宗嘅贞观八年，距离而家已经有1300多年噶啦。自从唐高宗起咧，唐朝嘅帝王都系住喺度，同埋处理朝政噶。经过200多年，但系到唐朝嘅末期咧，整座宫殿就位于喺战火里面啦。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都系大明宫嘅遗址嚟噶咋。我终于见到唐代美人啦！你睇下呢度啊！给我攞多支。看完呢个大明宫博物馆啦，我感觉上咧流流地喎，佢咧只不过有好多唐代嘅建筑嘅碎片咯，佢冇一个好完整物件俾我见到。我期待陕西嗰个博物馆多啲，呢个咧就麻麻麻地，有啲流添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外表的公園仲吸引過裏面的博物館啊！嗱，雖然佢個博物館咧，我覺得就流流地啦，其實呢個範圍都其實都好大嘅，就好似我前面咧有一個咧縮細版嘅宮殿咧，我諗呢個都值得參觀。因为公园都挺大，其实如果搭车就比较方便一点。好清幽啊！前面有啲垂柳啊，跟住有个湖畔咁样咯。而家就行紧去元武门啦。如果喺树底下边咧整个吊床啦，瞓个晏觉咧真系一流。而家讲起我都自己都想瞓啦。这一间宽窄港真心来讲真的很不错，除了味道好之外，它的价钱都挺便宜，普通的小菜平均都是30-40元左右，而酸菜鱼就是72元一大盘。当晚吃饱饱之后，我就去了戏院看一套戏，看完戏之后我就去了宵夜。第一日的行程已经这么紧密了，密切留意我第二日西安之旅。临离开之前记得给个 like 我和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